我来讲吼，这皮湖的海带宴，煮只蛋花汤，不拉汤不拉加煎两好用，保证拢无刷，小姐妹吃偌济，八十个，好，八十个，我讲来。明天呢？明天再二水。你若要吃，我就一个好啦，好不好？哦，两阿伯百了，伊我才剩两三个了，对啊，两阿伯百了，才百五来，才一百块来，好来，下一只一百块。先打。来，要吃我就一个一百块来，好来，一百块下一只海带宴的。那每天吃多少个？吃不吃？啊，不然茶经我等一下回去的话，我再帮你把电话删掉。对呀。因为我现在没办法找，已经太上面了。不是服务不好，南宫姐呢？我去呀。来，吃啊。来，过来。啊，要吃一百只。来，两三，也要一百，都上来来，来菜。海菜一百块，剩两个人俩，剩两个人俩啦。海菜，爸爸要啥要吃？海菜，海菜，无啊！海菜，爸爸无啊吼，来来来。来，一波啊！来，葡萄干、桂米、烧灯、洋菜、水来，买一百块，安尼，来。好，一百块到一，哎，就剩两个，我先讲话啊，这边，哎，这边没看到，哎，吃一百块，了，你们吃一波啊无？刚才无话，这土豆、粿、米、粥、汤、面、菜、钱、钱，都来一百来，都来。来，一百块。好快，讲话好快。好，一百块了要。他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听得懂嘛，好，来，我讲讲紧点，来，讲紧。没有，觉得很厉害。其实有些地方更快，你们不知道而已。来，讲紧嘞吼。不要讲太多。啊。那个。快的地方你们看不到。我来讲，来，再加一百块来，得一百块。沙茶。好来。对对对对，沙茶。要再加一波啊！来。配配配，来，要吃一包一百块来，都要什么吃？一包就是一百块，一包什么来？一百块好不好？一包啊，这样子，来呀，来，小七，来一百块什么吃？一包啊，一百块好不啦？一包啊，下一节一包就一百块，一包来，一百块，只要是这个的，一包到吗？太精，这那二点三块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快过来，我来，这这。剩两三个人，我卖搞伤久，海龟子的清吧，海龟子清咯，无沙，煮汤煮梅煮白菜咯，煮肉羹来进好来，我讲来，海龟子你知吼，海龟子海龟子嘛快，哦，一包偌济，五百、四百、三百来好来，海龟子清嘛三百来，两包卖六百，哈卖六百卖六百来，卖五百来，五百来，再吃五百块，明仔哦，两包五百，两包四百，两包三百一个来，三百什么来的？三百。三百，要吃这无？三个人了，三个人了。海龟子你知吼？海龟子你知嘛？海龟子啊。海龟子洗水无吼？啊？海龟子洗水无？洗水什么叫洗水啊？啊，透明啊，都变水。哎呀，哎呀，较卫生啦，唔是唔是，对啦，咱讲真诶啦吼。洗一下较清气。哎呀，较卫生啦，卫生问题啦吼。我知你知你知你，反正是我是安尼讲啦吼。小可过一个水人者安尼尔啦，无啥物啊吼。来，三个人，伊阿五来。两百倒来，两百块，来吃啦。来两百倒来，大啦。来两百块就吃，两百，什么吃？那个鸡爪吃啦。海瓜子最后一个，来来，两百块什么吃？海瓜子，好不好？海瓜子就最后吃，两百块什么吃？海瓜子。这吃的人啊。无啊，海瓜子最后吃两百块，旁边挨吼，你们给我卖第二遍好不好？就是海瓜子都卖第三遍来，到。包括这道第三遍啊嘞，哪讲真嘞啊？两百，最后一个人，无，来，加费，上一百，倒来一百块，两个人俩上一百，这样子了，恁一看卖，一百块，无吼，一百块来，一百块我袂行吼，来收下，就在下面，来收下，来来来收下，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阿妹就当洗碗吼，好，来啦，我来，阿妈。买一百块，买啰嗦来，一百倒来，阿妈，煮汤啦，一百块阿妈来，好，煮汤煮菜粿袂歹，一百块来，倒来，一百倒来，啊，来，来，一百倒，阿妈一百块，来，一百倒来，来，这个来个鸡来，来，一百倒来，来，来，一百倒来，来，五十块来，倒来，五十块无啊，再借五十块。好不好？五十块这样子，五十，阿姐啊，来，你来我阿姨来，哦，我阿妹是朋友，我阿姨啊，我你讲我大细妹领导代志哦，咱讲这今仔只讲我小可大细妹领导代志吼，咱讲这还无钱啦，还无钱啦，我讲来啦吼，一尾偌济，九十、一百、一百百二来，来，哦，
一，来三百块去卖五百，卖四百，我招一个三百块来，你讲我是三百块来。三百块，我爱鱼啊！我啥物菜要做了，就一个三百的咯。我三百块啥物吃？过来。来三百块，我爱啥物菜？几尾啊？靠边啊！五尾啊！啊，五尾。啊，三百，食到这回你知，头壳无好啦。我讲真个啦，食到这回你就知啦，头壳无好。我就一个三百块，啥物吃三百块？我爱鱼，五尾三百，只要你买过来。多少无计较啦吼！我跟你讲，赔下来，六尾来，七尾来，三百来。来三百，来三百。来三百，来一、两、三、来四、五、六，起来都赚三百，都我系三百个，我真系赚三百个，真系啊，三百。有没有其他人会模糊？没没得哦，少少得哦。来，都赚个赚三百，都我系三百个嚟，都系我系赚三百个。都赚我系赚三百个，我系赚三百，都系我系赚。嗯，剩几少人？无剩够多啊！好，剩几钱啊？无啊！来五尾来，啊五尾来，六尾来啦吼！啊，只要一个三百块，我啊什么水啊三百，我啊只要三百块，我啊什么水啊三百，我啊三百块，我再吃，我啊来，来三，来六，只要一个三百块，我啊什么水啊三百，干嘛？手机是蛮清楚的。我啊三百块，你改一下解析度，或者是先跳出去再重新进来一次。我啊三百，我啊三百。唔好插我行哦，唔好插我死哦！你看，咱讲真嘞哦，好啦，死鬼啊，别讲死未成功，咱讲真嘞，好啦。老板，还什么？好来，大姐、小姐，小姐等我一下，来。哎，帅你要帅无？帅你呀，来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唔免煮啊，看你客厅未害。来，我正常，我看你冰箱里冻未害，知道换者。看你客厅未害，快来啦吼！等囡仔好啦，食咩吃嘛好，都不啰嗦啦，吃嘛。你看你冻啊！免啦，免啦。哎呀，阿爸免煮就对啦。免煮。好，安尼赚的啦。但免抬啦。哎，好。免抬，卖抬。我先告诉啦。啊，先告诉来哦。哎呀。第等我囡仔吃啊。大哥，来，哎，我唔知讲恁娘恁囝敢要创啥？阮囝有无？敢要创啥？这大汉我创在伊迄落啦，创在伊的衫裤啊内底，你敢知？真假嘞？伊要哭，伊要哭啊！我真假嘞，真嘞，你叫他唱几行唱嘞，真假嘞，那公斤嘞。他儿子月亮虾饼可以吃八片。来，一百块块，一百块，来，不能说。一哥好。来这边来。我也是吉祥啊。收回，我帮你收回啊，曹姐。我帮你收其中一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在那边啊。对嘞，我这边也不能按嘞，垃圾啊，可以。移除。曹金，我帮你移除。那个下面电话。还有没有拿到的吗？还有没有拿到的吗？我条鬼好不好？阿条鬼啊！哎嘞，快讲哦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来跟你说一下，这叫鲨鱼场。快讲一下来，你啊看起来是电个壳，电个哪石头嘞？其实我跟你讲，恁大家听我讲一下，完全袂电。你看起来是电的有无？伊足很神奇哦。拄着烧五秒钟现更嫩，比啥物较嫩？你敢知？比地图控三点钟以后都较嫩。咱讲真个啦吼，啊你等一下我讲一下吼，炒三杯，吼炒三杯，煮上石头，炒只芹菜，讲好食来，紧好来，好啦。我剩下再卖讲上句好无？吼鲨鱼肠，吼等下就对啦。吼一斤卖偌济？五百、四百、三百、千百卖尔啦吼。加五百、加四百、加三百，两百块好啊，两百块来。哦，今次一个鲨鱼肠，我就一两百，都鲨鱼肠两百块，下面吃两百块鲨鱼肠，两包不？再吃再两包不啦？好，拜拜。快点去，一点动没？一点动都没，还两包，两包。来，一斤八百，我你讲来，要吃就吃，我就吃两百，都两百块。再吃鲨鱼肠，我就两百块，能买不？千八百一。来，那个姐姐从普新买的，一直买，一来就一直买。要吃少吃两百块，要来无？两百。鱼肠啊，少吃两百块，啥要吃的啦？两百块。我买两箱了。鱼肠啊，少吃两百块，无啊？来，嘿，不好意思哦，什么人？我到底好啦？嘿，来。来咯，我讲一下吼。哎，我要甲你解释啊，这叫啥七十磅？我这熟的啊，我这个。来，你看这个意思同款，你一个放在冰箱冷冻袂坏，出冰以后就食食。啊，当然恁若无介食冰，就用微波炉甲烧火，用个烧就使哩啊。来，卖啰嗦，你中央是包虾包起司，
市市司你知啦吼。好啦，我讲一支偌济，四十五十来，两支要去好无？好，三支四支要存钱俩无啊？好，五支六支啦，安尼好无？好，七支要去啦，好，七支要去来，八支九支啦，到正数十支要去，卖讲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有人要来无？几啊个？啊，再借两百块好无？两百块，好无？两百，两百块多少？两百，系无？两百块。你吃这个吗？七十磅，无哈，来。要吃七十磅，我跟你讲，反正反正有囡仔，或者真正有囡仔，真正好用啦。吼，十斤两百就对啊，超市卖一斤四十块嘛。吼，十斤两百，出来个送你来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来只啊，两百就好啦，十五斤啦，只啊两百。哦，叫七十磅，哦，二四。五，来，九十。十四、十五，这些种年纪囡仔做有路的啦。来三、五、来五、九、十，来十五，来这么大，我袂贵啊。第三个哟，还有个一个箱啊，啊，这两支，这两支我看在做。无这两支两个分袂袂。这两支你只能十支啦。在做八十几年的无？我八十岁起你是吧？你两个百，我咧外姨遐，阮三个加起来要三百咧。咱讲真个啦，在座八十岁起你个无？八十岁，在座拢有人八十岁起你个哦。啊，蛮有气个。啊，七十岁有无？有啦。像。哎，进来七十岁来。